稍微找一下，他确实啊是用兄弟。现在在计划选手，鼓励选手了。啊，这球你要拍，为什么？那个职棒圈上发光发热、嗯，其实速度很快，这种对球队才会很集中哦，还是要有一些影响，一定会有影响。不要讲哦，要讲去年的，因为近期盖多啊，所以他们的训练环境很好啊。接球来看一下一垒手哦。在极限位置接到之后传给补位的投手，这时候也是没有人出局，来的打者是岳振华，哇，这时候短打摆出来传三垒，二垒有人的状况，这个球打成了界外，接球来考验一下二垒手，接到球之后传给补位的投手，这种球最难配合的起来，然后三个人，然后一垒手出去了没有接到，二垒来接投手的补位，我觉得非常有企图心。这一棒打击出去一样是在中间方向穿出了二游的防线，那这边跑者应该是回家没有问题了。是很瞬间的一个判断呐、啊！哇，这个球投手其实差一点点就接杀出去。嗯，那如果说这边哦，我讲就好了呢，哈、哦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球打得相当的高，最后在中间方向中外野手已经就定位的。第二个出局数又是打成这个界外球，所以其实短打来讲的话，哈、哦，慢斗了，慢斗哈、哦，跨往投手方向以外，还有需要性的补位啊。所以要给他投完投手，投球完叫做野手。来看一下这个球，高飞球啊，见高不见远。